交通的第四点，在以色列斗内时，神兴起沙摩，他有神的心复制在他里面。沙摩有神的心复制在他里面。在那个以构特会里面听到这个话就很深的摸着我。沙摩有神的心复制在他里面，我们也渴望成为这样的人。所以沙摩在第四点里面有四种的身份，他是拿西尔人，他也是神的祭司，他是神的伸延者，他也是士师，他更是祷告的人。这 新的一年，我也愿意向神这样的祷告，我也渴望有像成为像沙摩尔这样的有神的心复制在他的里面。沙摩尔是拿西人，他有一颗心做神心的反照。这个反照来了，就神的心复制在他的里头。我盼望在新的一年，我向主也这样更新的奉献。主啊，这新的一年，我要从帐幕的教会生活往前到殿的教会生活。沙漠的经历啊，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。沙漠呢，他引进了伸延者的职分，在为神所说话上顶替了衰微的祭司职分，他也了结了祭司的职分，代替了君王的职分。这些话都非常的摸着我啊！但愿新的一年，我们有像主这样这五点的祷告，常常我们成为我们天天的祷告，让神的我们有神的心复制在我们的里面。